也时刻不忘您抢镜头去。走开了，我从这边走楼梯下去。好，然后从那边走楼梯上来，上来一下一上，大家注意看，大家看一下、啊、我在道上在那边等我，在楼梯上、啊、我在这等你。好，于飞走了。上来喽。感觉这是腿上的功夫。对，那现在是那个滚梯。哦，滚梯扶梯，就是因为刚才楼梯呢可是一节一节的，这个节奏好掌握，滚梯它是一个特别咻的一下的一个，是就不好表现了，而且要两个人一起，两个人一起来一起滚，慢慢一起走，来来逛商场可以滚了。啊，这个像提了个包一样。来来来，看虎子，不用，不要呀，这个掉马虎里了，快救我吧！这是我会，你来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，上来啊！我也可以啊，啊，上来，最重要的是上来。所有人上来的时候就那个，你看，上来就有点，我要不要再加演一个？我觉得是这样啊。下去稍微容易一点，对，起来的时候腿一定要有力量。如果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个，我来，你来，你来一个。我腿没有劲儿，我一见着你，我腿就软。你来吧，你不是这样吗？谁你腿都不下楼梯嘛，是吧？上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唱演唱会的，演唱会，各位啊。啊。就是大牌明星演唱会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楼上的朋友，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注意了，你问我，声量还下去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我想大约会是怎么？我来了，好了。